你不是跟我讲百面会赢的，结果即马输到安尼稀烂嘞啊！啊，这条你是不是需要小打一撮啊？哎呦，大金学长啊，啊这博缴嘛，啊输赢本来就是有定数啊。你看我钱嘛是拢输输去的，还是讲这钱是你借的呢？啊，跟我有啥物关系啊？啊，我先来了哈。阿仔。林老师，你们家头个公牛，再相信你讲的话。不听话的。真正太过客气啊！我要离开啊，还专工找人来送我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江大通啊！你莫阁骗啊！我拄则用餐厅过啊，人大通即卖人根本无伫台湾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是安尼冒充伊的身份？唉，好啦，安尼我直接脱白啊！其实啊，我就是。江大通的乡下小弟江大金啊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嘛是大通集团上大的股东哦。啊，我冒充老哥的身份，主要是因为哦，伊就比我较出名啊，啊，要借钱哦，加较好借。啊，是讲你放心，拄则我甲恁借遐钱啊，我一身五厘哦，我拢袂欠的，我一定还恁的吼。你讲你是江大通的小弟，那你证明给阮看啊。啊，我这个面敢无邪？那你即马带阮去大通集团，那你讲的是事实，我袂甲你刁难。不过你若阁继续骗阮哦，唔爱甲阮公事公办啊。嗯，啥叫公事公办啊？等下你就知哦。哎，等！哇，你这粗鲁要创啥货啦？我真正是江大通的江西啊小弟啊，你相信我啦？哎，等！喂，我真正有一张现金啦！哎，喂。哦，我知影。安怎？通过我讲那边的状况，甘需要我过去甲斗下手啊？伊叫咱卖烦恼啊！伊即马在想办法，甲韩国那边的人联络，看是毋是会当私底下解决。你也毋是毋知影伊迄个人，啥物代志拢想要家己担，拢安尼报喜不报忧。就是因为了解伊的个性，才会烦恼。即马咱只会当等伊的消息，咱要对伊较有信心的。就安尼啊啦。哦，啊嘛较优秀的啊，才粗鲁。即马是啥物状况？您敢唔知啊？这是啥物所在？啊，我等，我来讲哦，因这人哦，大家应该讲了，有干不识泰山，阿嫂。你紧，你甲因介绍者，互因知我什么款的身份，是啥？啊紧哦，通我紧走。恁这个人是安怎对我的小姐起脚动手？你是江大东的太太？是。有听到无？啊，我都甲恁讲，你都唔相信。大金哥，今麦到底是安怎？这个人是啥？哦，啊无啦，我都。心情不好啦，所以哦，我就走去 club 遐哦，想讲哦，要去舒压一下。啊，因就是 club 遐的人啦。交警就交警，搁什么 club？ 啊，是安怎？因要用阿的，甲你阿过来吃啊？啊，因为我的交警哦，啊都，啊跋筊啊，跋输筊啊，拄到我一个做兵的学弟啊。啊！我看伊伫赢钱哦，我就想讲，利用伊反势哦，我会用赢一条啊。啊，最后我才会利用阮老哥的名义哦，去甲因借淡薄仔钱。利用你哥哥的名义去借钱跋筊？啊，系啦。然后嘞？然后。然后就输甲痛苦啊！
我有甲因讲，讲这条钱我暂时先欠的，啊，非得我是江大东哦，上生啊，亲小弟，啊，不过因都唔相信啊，硬要甲我带来吃啊，讲叫我见面互因看啊。哎，讲起来哦，拢是哦，我家己头仔讲着啊，我相信我咧普龙宫咧做兵的学弟啦，真正有够歹运的，哎。所以全部欠偌济？偌济哦？3000万。3000万。好，三工后，你才会搞妥。好，就当让你一个面子。三工后，阮再阁过来。行。大金，你哪会这么糊涂？你心情歹，你会当走去啉烧酒？你走去交警要创啥？那是一个社会所在呢。就算讲你的本国较粗，你只要入面，因无甲你输甲打，绝对袂让你出来。敢讲你袂记你正经踮在美国受着驾驶证？洪董，你跟大金说什么？没有说什么啊，你哪会用这来？我跟王总说话，你不要插嘴。大金，老蛮若敢做，低点就要敢困。这件代志我都安扛，早晚爱处理。我，林大金用通过的名义借钱去跋筊，输3000万。你输了3000万。你怎么不顺便把你的脑袋也堵掉了？哎呦，华华，啊，像我一博叫输钱呀，我嘛是想要赢，我就是讲我这边的学弟有赢一个匹波，我唔知想讲我利用伊哦来拼一道。拼一道？你这一道，就要把我们这房弄倒了。我真的是，我好后怎么夹了一头猪啊？啊，没怕。哎，那讲到跋筊，我老先觉啊，我哪有可能无了解讲哦，赌博钱一阵阵这道理啦。啊，不过我看你逐天哦为着钱啊，在咧用心计较啊。我为着要解决你的问题，为着要你有好日子通好过。啊，若无，我原本早起的钱我输了，我鼻啊蹦蹦的，我走倒啊，我哪有需要搁去借钱，搁去拼一赌？你说，你是为了我去赌博？是啊。我的个性你嘛真了解，钱哦，我真正无看这重啊。我若无，我哪有需要借钱去拼这赌？大金，你真的是为了我？当然，我无希望哦，咱这个家啊，如果逐天为着钱哦，就安尼吵吵闹闹。原来你是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，原来我误会你了。你是一头猪，你也是一头得脑膜炎的猪，你比上一次都没有资格叫大金，你居然指望赌博能让你发家致富，让你家和万事兴，你怎么说赌博能变聪明、变瘦、让你长高、让你长生不老啊？呵，麦克灿，大家没该管这个大金了。哎，别。哎，阿嫂，哎，怎么？我身边的钱无够，还是由你个老哥来甲斗相共。你放心啊，这个钱哦，我一定会还你。啊，若无你摕我的股份去底下买啊。大金哥，我真正就是要甲你斗相共的。啊，不过恁哥哥即摆伫韩国拍官司，随时需要资金调度，我真正无遐个钱，摕出来替你解决这条。啊？安尼，你拄只计划的人三工后来提钱，你意思唔是要替我还？我拄只若是无安尼讲，遐个人敢会帮你耍？为你即马公司的钱袂当叮当，我会阁想看卖，敢有其他所在会当垫钱？阿嫂，
我是江大通的乡亲啊，亲小弟呢，我连3000万我都提不出来，这话若传出去哦，我真正笑破人的嘴。黄美姬，你随口答应3天还钱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管，你是不是故意置大金于死地嘛？我现在没安尼做，公司的代志已经给我有够烦啊，我无心情去受其他的代志，我拜托你别再乱好吗？江大姐，你看清楚这个女人了没有？平时说多轻啊，自己是大嫂，都会摆大嫂的样子啊。真到遇到事情的时候开始装死，连假装考虑一下都不愿意，那只顾自己的死活。也就你这个猪头了，还指望人家给你点温暖？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你现在就指望你被赌场人打死之后，还有多少点纸钱给你吧？我美姬讲的话，无代表阮老哥讲的话啊。伊对我无情，我相信阮老哥无可能安尼对待我的。大金哥，代志不是你想的安尼，那是怎样？哈？让大金现在打电话给江总，他愿不愿意先还人3000万？你不打，现在打。吴华，你别跟我乱了好不好？你明明知影，大通今麦在韩国拍官司。不甲一条头两条大，你是安怎一直在伫这个时阵增加伊的麻烦？搁再讲，大金哥甲大兔兄弟的情，不是你一个人会当使弄的。我麻烦你，卖搁遐三地花道啊！我使弄？我看搞分外人是你吧？你故意陷大金于危机，然后把他放生，他自生自灭。江大金。看清楚了没有？人家对你是亲兄弟，明算账。这笔钱呐，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。好啊啦，恁大家卖好冤啊！这条钱我来想办法掉。好啊，红啊，你真正愿意跟我斗三工？我会跟你斗三工，迄时我相信通国人若伫咧台湾，伊嘛无可能无爱管。大金，你听我一句，恁哥哥真正是有情有义，伊真正是真心咧对待你这小弟，你千万唔通对伊有任何怀疑。我知啦。大嫂，有看到无？人家非亲非故的王董都愿意帮忙了，你再看看你，反正我们走着瞧。今天你怎么对我们夫妻的，以后怎么对你？啊、你走。王董，有事啊？啊，欠你哦，我连本带利也还你，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就拜托你，一定要保守这秘密啦。啊，无这件代志呢，我嘛明知哦，我自己枕头嘛无够一动哦，拜托拜托，好、哦、，OK。走了。过来，走，拜托他。哎，气死！这个王美姬，下段的真高。你哥不在公司，他当自己是公司头了，连我这总经理都不放在眼里。你知道他代表什么吗？代表你哥被架空，那是早晚的事。你还不觉醒？真的没救了。好啦，宝宝，别生气啦。一件代志讲起来，免怪别人啦，是我家己唔好啦，所以跋筊还佫输遐济。原本是讲吼，永远是寡钱，互你过一下好年。我真正无想要看到你哦，特别拢为着钱甲阿嫂大安尼冤过来冤过去。哪知啊，手气有够歹，参哥哥咧都下掉啦。好了，慢出去啊，原谅我了啊！你以后做事多用点你的猪脑子，就日日是好日，年年是好年了。王乐乐，你的反应敢会伤大？
无必要这么惊我。你莫名其妙出现在我的病房内底，一人拢会去用惊着啊！你来这是要创啥？我甲你无好，甲你来会看我吼。人如果行得正，就算鬼来找你吼，嘛问心无愧。王乐乐，我看你是做歹代志咧心虚，啊那无，那这么简单去用惊着？你是来讲啥？我听无，我想要休困，请你出去。我要问一件代志，若是有答案，我就会出去。我听光头讲，迄天伊提礼物准备要出发的时阵，强强拄着车祸。我一听就感觉有问题，所以我就请警方到三工调路边的监视器来看，结果发现你出现伫咧现场。啊，搁有爆炸的时阵，你嘛拄好伫咧饭店。你敢讲乔林受伤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？我就是拄啊好去遐买物件，你无证据证明是我做的，你莫后壁讲话。啊，若无，我请律师来处理。你有做无做，你先来想清楚。我警告你，莫搁做一挂伤害别人，搁伤害家己的代志。啊，若无，我绝对让你后悔。到时阵，我得甲柯伟讲讲这件代志，嘛顺便通知恁爸。你敢？你拢敢伤害乔林啊？我搁有啥物唔敢？唔信，你就来试看卖。你创啥？啊，无啦，啊，这恁嫂子哦，啊，哪会这么古锥？当然啦，伊当然嘛古锥啊，也毋过哦，伊毋是阮查某囝啦，伊是阮大小姐的，伊叫做小公主，大家人看到伊，嘛拢有落伊做古锥的啊。啊，毋过吼，这种天吼，你也是爱紧带回去，啊，若无若感冒吼，就足晦气的啊。好啦，我知，多谢你。拢是这个李佳明害的啦，进前哦，甲小公主偷跑去，害我有够紧张的啦，烦恼随时哦，有人甲小公主偷跑走。小公主，那你要回家喝奶奶哦。小公主，无去啊啦！
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两个人看起来遐尔紧张。小公主无去啊？歹势啦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是我伤过大意啊。又唔过，我着干那物件要刷，放去你车顶，啊，才一月头，小公主都跑走啊，是的啦。莫讲遮个，即马赶紧把人找着，较要紧。是啊，大家先冷静下来，把代志想清楚。我到底啥物人会安尼做？敢讲，如果是李佳明？李佳明？哎，咱即马吼，着出来找伊摸清楚。等一下，我相信李佳明袂遐尼戆。伊若是搁甲小公主带走，着影响着伊个干部权。我相信伊袂了这个麻烦。啊，不是，你够像啊！刚讲是王乐乐。为什么你会讲到乐乐啊？刚讲你有啥证据？我是无啥物证据，啊，不过我之前看到监视器，看到爆炸迄天，乐乐伫咧光头的车边啊，鬼鬼祟祟，啊，所以我就去找伊问。我小姐，啊，这件代志你奈无跟我讲啦？我想要甲伊当面甲代志讲个清楚，啊，不过伊却一直讲，迄天只是拄啊好经过，是巧合，所以我就甲伊讲，要甲这件代志给柯伟哥知影。啊，我想到，伊一定是要阻止我安尼做，才甲小公主跑走的。啊，代志若真正是安尼哦。啊！你这个查某人，就真正伤过可恶啊！杰伦，啊，你讲有监视器画面，你敢有清楚看到乐乐在那边动什么脚手吗？我刚看到伊伫咧路边，我虽然无什么证据，啊，不过伊的出现伫咧遐就是有问题啊！安尼讲起来，这件代志就无一定是乐乐做，伊真加爱囡仔。我再讲，安尼做对乐乐无任何好处。就算你甲柯威讲，伊嘛无证据当证明是乐乐做的。你安尼讲，确实嘛有道理。只是巧玲受到这么重的伤，啊，我家境嘛会着急啊。那不是你家明，那嘛不是王乐乐做的。啊！你到底是谁做的啦？这个人要安尼做，一定有用。咱先较冷静，我相信这个人一定真紧就主动跟咱联络。哎呦，要唔过到今麦，可拢还袂联络，我真正强要急死啊啦！哎呦！你的囡仔伫我家，若是你要把你的囡仔带回去，即马就到宝万游乐园鬼屋。啊，搁有，千万卖报警。若是有其他的人知影这件代志，你就会受到骨肉分离的痛苦。小学姐，是不是有消息啦？无啦，这是垃圾邮件。我要麻烦恁两个替我去李佳明遐看麦，确定无问题。我先赶去警察局备案。
着两人情海水水，爱阮麻烦通知阮一声。